一天，在普陀洛迦山上，无数菩萨都聚会在观世音宫殿的宝庄严道场中。释迦牟尼佛坐在宝狮子座上，要为大家演说总持陀罗尼。在场的有总持王菩萨、宝王菩萨、药王菩萨、药上菩萨、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华严菩萨、大庄严菩萨、宝藏菩萨、德藏菩萨、金刚藏菩萨、虚空藏菩萨、弥勒菩萨、普贤菩萨、文殊师利菩萨等诸大菩萨，以及大比丘、龙王、众多天神都前来集会。世尊，如此神通之相是谁所放？愿世尊大慈悲，说此神通缘由。善男子啊，你们应当知道，今天的法会中有一位菩萨，名叫观世音自在，他从无量劫以来成就广大的慈悲心，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，为了让一切众生得到安乐，他秘密释放了如此大神通。世尊，为了让众生得安乐，免除病苦，得寿命，消除恶业，为了让众生成就善根，远离恐怖和畏惧，速能满足一切愿望，今天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想为大家演说，唯愿世尊慈哀听许。善男子啊，你有这样大的慈悲心，为了众生的安乐而演说神咒，现在正是时候，请速为众生宣说吧，如来和诸佛都随喜你。世尊，我记得在无量亿劫以前，有一位佛名叫千光王净住如来。那时蒙这位佛怜悯我及一切众生，对我说了这个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，然后佛以金色的手为我摩顶，对我说道：善男子啊，你应当持此心咒，广为未来恶世一切众生求得大利益、大安乐。在那时，我本是初地菩萨，
听闻此咒后，立刻超越第八地。我当时心生欢喜，于是发下誓言，如果我将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，请让我全身立刻生出千手千眼。我刚发愿完，当时身上立刻出现千手千眼，悉皆具足，十方大地六种震动，十方千佛都放出光明照处我身，更遍照十方无边世界。如果有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童男童女，对广大众生发起慈悲心，要诵持此神咒，应当先跟着我发这样的愿：南无大悲观世音，愿我速知一切法。南无大悲观世音。愿我早得智慧眼。南无大悲观世音，愿我速度一切众。南无大悲观世音，愿我早得善方便。南无大悲观世音，愿我速成般若船。南无大悲观世音，愿我早得月苦海。世音，愿我速得戒定道。南无大悲观世音，愿我早登涅槃山。南无大悲观世音，愿我速会无为舍。南无大悲观世音，愿我早弘法殉身。我若向刀山，刀山自摧折。我若向火汤，火汤自消灭。我若向地狱，地狱自枯竭。我若向恶鬼，恶鬼自饱满。我若向修罗，恶心自调伏。我若向畜生，自得大智慧。发完愿后，专心称念我的名字，还要称念我的本师阿弥陀如来的名号，然后再诵持大悲心陀罗尼神咒，一夜诵满五遍，能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。世尊，当诵持大悲章句的人和天人临命终时，十方诸佛皆来接引。
无论此人想投生在哪个佛土，都能随愿往生。世尊，如果有诵持大悲神咒的众生堕入三恶道，我誓不成正等正觉。如果诵持大悲神咒还不能往生到佛国，我誓不成正等正觉。如果诵持大悲神咒者得不到无量三昧辩才，我誓不成正等正觉。诵持大悲神咒者能灭除一切恶业重罪，如忤逆十恶、谤人、谤法、破斋、破戒、破塔、坏寺、偷僧起物、污净犯行等，全部都能灭尽。唯独除了一件事，就是对此咒心生怀疑者，就连小罪轻业也不能消除，更何况是重罪呢？不过虽然不能当即灭除重罪，还是能远作菩提之因，所以一切天人应常常诵持，勿生懈怠。诵持此神咒的人，无论身患什么病都能痊愈，世间八万四千种病全都不能侵扰他。诵持此神咒的人能自然成就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而且一切鬼神各种天魔外道都不能侵扰他。这个陀罗尼是由过去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所说的。世尊，这位菩萨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他能宣说这样的陀罗尼？这位菩萨名号是观世音自在，也叫年所或千光眼。善男子啊，这位观世音菩萨有着不可思议的威神之力，在过去的无量劫中，他已经证得佛果，名为正法明如来。他有着大悲愿力，因为发起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、证得佛果的菩提心，正法明如来才现作菩萨像。你们这些大众及诸菩萨和天龙鬼神，都应该对他恭敬，莫生轻慢。切人天需常常供养观世音菩萨，并专心称念他的名号，如此能获得无量福报，灭除无量罪业，命中后就能往生到阿弥陀佛的佛国。Thank you.
观世音菩萨所说的神咒真实不虚呀。当观世音菩萨说完这个神咒，大地六遍震动，天雨宝华缤纷而下，十方诸佛全都欢喜，天魔外道恐怖畏惧，所有参会者都获得了果证，无量众生都发菩提心。Arsam parsali, viso viso empire.